哎，老舅，哎，你这边过年大概是个什么模式？过年主要就是串门，大年三十要么爷爷奶奶家，要么姥姥姥爷家，就是全家亲戚都去，在那儿连住上个两三天，完再换下一家。啊，那好习惯。对，特热闹。对，特热闹。然后就是你全家人都穿着线衣线裤，你感觉在一起咕噜了好几天。那个菜也是一直都有，玩麻将，大人玩麻将，小孩就是捡点炮，出去放炮上。我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捡别人剩下那个，对，还有削的，对。如果发现还在引线的不得了，还可以自制引线，把它全部倒到一个，对，放在一起，放在一起，放在一块，搞得大一点啄木鸟，那里面，那边还什么地老鼠呢，直接被穿裆，你当直接炸一洞。我们小时候还玩那个滑炮，窜天猴，我就记得，嗯，窜天猴。哎呀，哎呀，哥，你再来一下，你再来一下。哎呦，我看看，我吸一下啊。那我哎，三重奏，你吸，我吹，你吹，来，一二三。哎呦，棒棒的，有点那意思。这个啪不像，百花齐放，来。B-boss 了 ，B-boss 了 ，B-boss。还有啥？小时候过年还玩啥？原来拿压岁钱，全钢镚儿，放在玻璃板上，只能抓一次。你的压岁钱还能真给你啊？没多少钱，而且拿不起来，钢镚儿，几分几分的那个。那你们那时候也太少了，没办法，太少了。到我们那儿都一百两百了，那很多了。